阿乌狼人杀总冠军台北小巨蛋演唱会28号晚间登场。这次的内容除了有罗志祥的第二站复出舞台，吴建勤担任开场，也是卖力演出。不过才刚唱完第一首歌，小赖竟然就遇到突发状况。然后我有个小状况，请说。我的耳机没声音。你的耳机没声音？对。你知道我刚刚有多慌张吗？怎么了？我刚唱完，一个没声音。我说好，我就看他左右边。那你们跟着一块，那个烟火吓到没有？因为我微笑，他在那走一下。但因为我知道这些总冠军是表情管理很重要。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性感是。大家的表情管理都太完美，狼人杀总冠军到底会是谁？粉丝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。小巨蛋。